许多农家为了增加收入，推广生态体验活动，饲养鸡只等小动物之外，也开放让游客体验。但近期动保法修正，动物展演管理办法，收取门票让类似游客捡鸡蛋体验变成了违法，农家体验活动只能全部被迫喊卡。看准鸡只下手迅速，熟练抓起一只，农家表示这是他们推出的抓鸡体验。农家在桃园龙潭经营农场，饲养鸡、贩售蛋，更推出另外商机，例如出租小鸡与捡鸡蛋体验，在疫情期间受到小孩喜爱。不料近期动保法修正，实施动物展野管理办法，可以出租小鸡，但是农场收取门票，让游客看鸡、捡鸡蛋就违法，得罚5万到25万元，让农家感叹界限模糊，难以生存。在他被宰杀之前，带人们去看鸡是不被允许的，我必须要这样的一个动产规范，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。业者还需取得展演许可证，纷纷抱怨门槛太高。这个部分似乎已经有放宽相关的一个规定，只要你有营业登记或者是税籍的一些证明的话，就可以提出申请。虽然市府已放宽门槛，但每县市规定不同，虽说有被检举才会被查，却让农家无法理解法规的订定，真的让小老百姓无法理解。记者林柱强，桃园报道。